打那个熊队第二任的投手，第一个球是个好球，郑大红呢前面两次打击都是内野滚地球遭到了刺杀，有一次是得点圈的打击机会，变内侧的坏球，球数变成一好一坏。新农牛队昨天以3-0完封打牛熊，才终止了对战打牛熊队的4连败。这个球打到是在右外野方向，右外野手飞扑，于敬德，这个球呢有没有接到啊？怎么于敬德倒地，然后郑达宏不断的跑，接杀，判定接杀了，nice play 了。人家撞到了一个胸部啊，那二雷神有追出去啊，哇，于敬德非常精彩的飞扑美技啊。其实在于敬德他恢复的时候啊，应该胸部跟那个草皮做一个撞击啊，有可能在一开始那个气啊不是很顺畅。哇，这个球看于敬德跑了很长的距离之后，纵身飞扑接到之后，球牢牢地握在手套里面。